月后，欢迎您光临元气加油站，我是站长杨平，每天都要送上满满的元气给大家哦。有人说啊，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家哦。我们的家呢，如果呢有一个非常这个温暖的气氛，然后呢让全家人每天都可以怎样回家吃饭，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身边邀请到这位哦特别来宾，第一次来到我们元气加油站。不过据我所知呢，他有20年的这个厨具以及锅具的开发经验。他从这当中呢，了解到说，幸福就要从家里出发。我们先来欢迎我们身边这位，来我们的慧玲姐，慧姐你好。杨平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人称微微菜的慧玲姐姐，为什么叫微微菜？因为我喜欢厨房的一些事物，然后希望厨房每一件小细微的事情，然后都可以让主妇很喜欢下厨。然后呢？然后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Vivia， 所以大家都叫我微微菜。微微菜哈，我又姓蔡。哎呀，姓蔡。好，然后呢？你要让这个幸福从厨房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说你的餐桌每天都有很美味的食物可以品尝的话，其实厨房是第一个我们要用功的地方，真的哈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也因为你这么多年在厨具、锅具的这样的一个研究，我才知道说，哎，我们让很多人都好开心的来进到厨房，不会觉得哇，再到这个厨房来对，都是安怎苦差事，对不对？哈，对，欧噜噜油的了，欧噜噜油的，那个厨房没有人想要去。好，今天你讲要给大家的这个厨房哦，会使安怎清气溜溜，而且呢，就好变顿的啦，哈。好，不过我要来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这20年当中，其实也经常到国外，对，去参加一些这个展览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经验，我们来看看这些照片，然后也请我们这个微微蔡老师，好，带着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展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专门给小朋友用的厨具，所以会让连小朋友都爱下厨。是哦，是那个这样尖尖的地方吗？对，那个都是一些厨房剪刀。可是你看它有一些造型，有一些动物的造型，像是个鸟，大嘴鸟的感觉。对，有大嘴鸟，有啪啪狗，任何的动物造型都有，好可爱哦。所以现在真的下厨房也不是大人的专利了，小朋友也可以下厨哈。好，我们今天有机会会来聊一下，再来看一下微微蔡老师在做什么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展览的一个现场。那有一些新品的展示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始。那这个法兰克福展是全世界家用品展最大的地方。所以你经常每一年都要出去看哦，也因为这样子每一年都可以吸收到最新的资讯。对，那其实听说因为你经常这样子出去走动走动哦，有的时候在跟人家交流的时间，人家一定会问你啊，你从哪里来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会说我来自台湾。台湾。可是好像很多人一听到台湾的时候哦，我跟你谈到一个事情，让你听了那时候真的要堵心肝。他们总是说啊，你们台湾用那个瓦斯炉，然后常常把那个炉具把手都烧坏掉。像他说全世界最会把手烧坏的国家就在台湾。怎么会这样说我们呢？对，我听了也很难过。我想说怎么有这种事，难道你们的炉子就比较好吗？为什么我们的不可以做到这样子？是。然后于是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他们在国外用真的很特别哦。对，然后不止你看到，即便他们老外在欧洲都是用电炉了，他们还是会用一块板子，对，那块板子用来台湾更适合。真的吗？对。今天我来想哦，他说他当初因为被很多外国人说啊，你们台湾是全世界哦最会把锅子烧坏的一个地方，哇，真的是就不敢玩呢，回来赶快检查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我们微微蔡老师哈，慧玲姐姐呢也带来了这个锅子哈。对，这个锅子 OK 啊，我觉得顶多只是黄一点，好像没有这个洗得很干净而已，但是这个就是有感情嘛，这就是一种感情的代表。对啊，你有些锅子可能你刷得掉，可是你打手总刷不掉。看一下，好了，这个都 OK 了哈，这地方都 OK， 但是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？这锅子也很贵，这个锅子也贵哈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都烧得像那个？你看我的手都变黑的了，而且你煮的时候那味道会很臭，很臭哈。对，不只是这样哦，这个是都已经把这个烧坏掉之后呢，还有这种的。这个就是让很多妈妈最不喜欢进厨房的原因。你一卡掉东西，你臭味大。
洗不掉，那完全洗不掉，真的哈、哦。所以后来你因为这样子去发现说，去年对有一个对新研发出来的新研发的观念， 对这个是一个、你刚刚讲的几个方案，对，嘿，这个板子、它这个是铝合金去精铸而成的一个那个铝合金板。这个板子听说现在是你最好的帮手，对哦，那你得记哦，一个板子板子那种帮，就得帮，就得帮的，哎，给你帮帮忙哦，给他你的元气今天要给大家帮帮忙，听说就这个帮有没有？只要这个帮，只要这个帮，就让你呢怎样轻松愉快，你的店每个小派每个超会打，家里有几口炉就放几个板子就 OK 了，就搞定了。真的吗？是哦，哦，这个帮很硬的，对，你会让你的瓦斯炉变电炉哦，瓦斯炉可以变电炉哦。好，今天我们维维赛老师呢，慧玲姐姐呢，就要带着大家来看看这个帮怎么样。来给大家帮帮忙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稍后回到元气加油站哦，谢谢。不是用坏的，对，都是烧坏的哈、所以今天田中呢，有人来给你帮帮忙之后呢，你家的锅子每一口都干干净净，对、而且再也不会有那个塑胶的地方烧掉的那个臭味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即便你是这种。下面都有彩绘漂亮的这个彩绘，你也不怕了，哎，都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。然后你因为你当如果放瓦斯炉会刮坏，是好，然后你放在这块板子上面，是不是就没事？哎，真的，你是说这个板子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可以帮帮忙的东西吗？好，我给它拿起来，给它垫一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放着啊，所以你的瓦斯炉就变电炉。哎，真的？对啊，可是它要那个烧上来，可是火力要均匀啊。只要小小的火，它就均匀了。啊，听说这个是一个聚热板，听说是聚热板，也是一个节省能源的板，对，也可以让你们家的这个厨房清气溜溜的板哈。好，所以今天你真正给它帮帮忙，好不好？台语的板子的叫做帮 ，OK。今天每日一句吗？好，我们先摆着一下哈。不过现在我们这个炉火正旺呢，好像是在烧热开水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这样子烧做比较。做比较，对，这个是有节能板的，是，那这个是没有节能板的，哎，可是感觉节能板的还这样熊魂呢，对，因为它热度上来之后，它整块都是热源。可是观众朋友一定会问啊，啊，怎么那种透明的茶壶可以在这个瓦斯里烧？你这个听说是特殊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直火可以加热的才可以，才可以。对，那它其实任何的炉具、锅具，通通都可以放上去哦。不管你是什么锅，什么锅，对，只要它是平底放上去，就好了，就好了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拿，有的消费者会问我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拿那一般的玻璃壶，或是拿什么陶瓷的？是，那你就要看你这个。这个锅是不是可以直火加热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发生一件很惊奇的事情，这个东西你可能并不陌生，那就是什么？每一次家里面如果没有一个保护的话，对不对？应该最可能就是爆，然后呢，整个怎样？喷到整个，喷到整个，咱的这个瓦斯炉听讲都是。炉芯也那么派气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吊上它，你可以加点，对，把它加到满，好，让它看会不会滚出来。是，那滚出来它有没有事？哦，对。可是这个传统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的，有没有？对。我们也可以听它呼吸的，所以很多妈妈一天到晚在清这个琉璃台。我们现在是热水还好哦。对，哎，你如果是豆浆啊，有油的东西，有酱油的东西，哦，你会搞得一塌糊涂。是。然后你那个这个炉具就整个很脏。哦。
然后还会堵塞，是，然后还会气爆，然后还会熄火。很多人的这个瓦斯有没有越弄越糟？对，一直呢，人家想说炉火纯青啊，结果呢，常常是怎么样？变成红红的火了，堵塞就会变红火了。哦，那红火烧菜会怎样？裂掉的欧里啊，红火太了，对啊，欧里啊，对啊，啊不火，青火就完全啊，那青火就不会了，青火不会，你的锅子就会这样子白白的，都很干净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那个是会那个是给啊哈，所以那家进来传这个抹布啊哈，来契丹的这个灶咖，但是如果有一个这个节能板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各方面是怎么样？红火力它会开吗？它会开，因为我刚又加了冷水，是，我刚又加了冷水，因为我故意要让它。溢出来这样子，它等一下就会冒出来。哎，它真的在滚了呢。对，它在滚。它真的在滚呢。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瓦斯炉不会这个冒出来，即便冒出来的时候，旁边都还有一个板子帮你挡住。对。所以你怎么样漏都不会漏到你的炉心。是。那你的炉心就会永保炉心。哦，永保炉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看，如果我们家的瓦斯炉有没有一直这个红火多于这个青火，就是没有炉火纯青的话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，好不好？好，今麦金价的两边已经在 PK 了，对，他这一锅已经冒到水都不见了，冒到水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你这样用东西给啊？你今天如果是豆浆，它已经溢到整锅煮稀饭，最怕会溢出来。而且其实最恐怖的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把手，有没有？这个把手就是如果我们的火一直这样子直接烧烧，这个就是烧干嘛，等等这种怕烧干。然后你现在不能烫啊，不能烫，很烫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同样是这样子滚法的这个节能板，你都有帮帮忙哎，它的状况我们再来观察一下。它滚吗？有没有？但是它就不会整个滴出来，就算是滴出来也没关系，它只会在这个板子上。而且我感觉它的温度非常的均匀。均匀，对。对。好，听说这样子叫做文火哦，它这个是武火哦，对，因为它隔了这个板子，它的聚热在这个板子上，在上面上嘛。是。好，那其实听说这个聚热力非常非常的强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铝合金的，对，而且它的一个这个续航力非常强。我们现在要把火关掉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现在滴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看到了，然后现在把火关掉，嘿，火关掉，好，你关掉这个热能马上停了，有没有？我这也关了哦，你看它在干嘛？它还在冒哎，对啊，它热效果这么好，你看。你看到它一直蓄热，一直蓄热，所以听说后来你们家有了一个这块这个板子来帮忙之后，你常常做菜只要做到八分熟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你煮开水更方便。一般我们不是开水开了之后，对，你要把盖子打开，然后再继续让它冒烟，然后把它那个滤的过滤掉嘛。好，那你现在只要有这块节能板，是，你就提早把火关掉。滚了以后你就关掉。对，然后它就一直冒泡，然后它会把那个滤器给滤掉。哇，所以观众朋友。为什么在国外？省能源呢？对，在国外他们已经一直在推广这种节能的概念了哦。他们希望说一个这个有能量的一个板子，来让它的一个温度到了某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它又可以怎么样让你持续的温度一直保温着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来看看传统的这个瓦斯炉一直都没有一个板子去帮它保护的时候，有没有碰到油漆的炉芯怎样？红火就一直出现了哈，所以很多妈妈说：“几个那个阿斯，他前几天才叫，怎么一下子又要叫阿斯啊？”对，好，那天然瓦斯你会发现，好像没有怎么用啊，怎么那个很贵哈？好，瓦斯费很贵，而且越来越贵哈。好，所以今天微微菜老师呢，也要来教大家怎么样省钱的方式。到现在我们已经在滚。还在滚哈，好，不过今天不能够让它一直滚啊，我们今天就还要来示范一下，继续怎么样来帮大家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怎么做呢？听说我们要来这个煎个蛋，来，煎个蛋，好，会不会烫吗？好，只要有小帮手，对不对？这是谁？河马的防热手套，河马，对，哦，河马，好，河马来帮忙，所以我是把它拿起来，拿起来先放在这边，这个抓得很稳呢。可以放这边，这样就不怕烫了，就不怕烫了，而且很可爱。好，我们放前面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我知道有垫子，我们小波放心，好，我们有垫子呢，好，有保护它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个给你啊，这个给我，对，嘿，你用这个，你要叫我用这个做什么？煎蛋，真的吗？对，那我用这个，这个锅子可以煎蛋了，放上去，你很故意耶，你
害我，不要放上去，你要小心放啊。哎，你看我有这个都没事啊，真的就摘的随便放啊。哦，你随便放，对，我就随便拿一个锅来，我就随便放啊。对啊，所以很多妈妈一直会在瓦斯炉上面跌倒，是这样子吗？而且其实会危险，会危险。对，因为你里面如果是煮汤的话，你不小心这样滑倒啊，对对对，很恐怖哎。所以你有一个板子垫在这个锅炉的，就是。